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然后我们今天来玩一下这个《火影忍者小队挑战》啊，这个挑战军马旅啊，军马旅啊，然后我们去挑战一下啊。要参与跳人了，我竟然没下载啊。这电脑上装的，应该是它都没有安装好，只要重新更新一次，它就没安装啊。我们去挑战一下。出战，那一天可以挑战3次吧的。哎，糟糕，错人了哈！射他，射他，射他，使劲射他！哇，血这么厚啊！我操，居然跑掉啊！哇，好猛啊！他只要开霸体了，不过他打你不疼啊？看错剑了，兄弟！哇，这还挺硬的啊，这是血厚啊！时间到了，一条血都没打下来了，他这坑呢、啊？打半天才打了1/3的血左右吧。该换一个啊！他可能要在这上面调整才能换，对吧？怎么换？能一直连的啊！用这个新忍者吧。打半天啊，12条血，1条血打半天都没打掉。刚才第一次现在没做清楚准备，哎呀，这个兜的技能。加在角落里头，二技能还没什么用呢。人呢？怎么搞不出来？让他出来，让他出来，不出来我的技能都用不上。还是英明治疗啊！我的老蛇居然没打到他，时间够了，来不及了。一样的，也没打掉多少血，连招时间都不多。再找一个忍者试试。你好，哼，这是名次吧？名次距离远一点啊。先喷他蛤蟆，哦，我蛤蟆喷他没用啊！
你跳，你再跳啊！哎呀，老是让他跑来跑去的。叫你乱跳哦，飞走吧！这感觉比还没前面两个打得多啊，主要是都没打到他，他还会窜来窜去啊，就没怎么正经的把他夹起来打，没分身啊，把他夹到角落里边。我操！直接被扔过来了。这回是肥天还是肥啊？都差不多吧，都是没有打完一整条血啊。那就是打三次，一天就是天三次啊，太少了。有没有奖励啊？这奖励还要打完 BOSS 才有奖励的。第一个军马里，第二个佐助，第三个再不长，第四个迪达拉，第五个钢丝鬼鲛，第六个鸣人，这个可能是一位鸣人吧，上次也是挑战过，也是一位鸣人。第啊，这个宇智波鼬，蝎，大蛇丸，二代火影放在最后啊。居然现在挑战迪达军马里啊，几天差不多是12天时间吧，还不到半个月啊。好吧，那今天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欢迎大家关注我一个视频，点击订阅，点个赞。